저래, 이내 가베. 不是说好去看子枫的比赛吗？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客人比往常多好几倍，要这么刷下去啊，不知道要刷到什么时候。哎呦，全国人民的饭碗都摆这儿了，里边还有呢。哎，行了，我替你刷吧。啊？哎呀，你放心，不就洗个盘子吗？大不了洗不干净，让客人吃了拉肚子呗。 我还能把厨房给你点着了。再说，这可是你儿子带替你走向国际的起步线，你说你能错过吗？那行，那我看完比赛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你等等，你就这么去啊？怎么了？你别忘了，今天你那个师弟还有你以往认识的那些人都会出席。 你干脆胸前挂个牌子，写上四个字：“我是杨岩”得了。哎，东西啊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、什么呀？嘿嘿，哎呦，这里头还有墨镜和胡子呢。你这心可够细的，我教你这么个兄弟啊，也算是此生无憾了。哎，行了吧，赶紧去吧。快！对了，晚上来家吃饭。 我当小疯了，做顿大餐。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，这是攒了多长时间的碗呢？请运动员入场。 运动员事件，远哥，嗯，那个就是你说的黑马。是啊，听说他只学了半年的击剑，大家还真是期待他现在的实力水平。半年？嗯，那不是来找虐的吗？肯定输惨了。 一，比赛要开始了。我来拍吧，你这手拿着不方便。准备，开始。死亡筷子。 死亡华尔兹，无下扬言呐！射对了！嘿，铜牌是艾鲁特赢了，冠亚赛是振宇和奥盛学院对决，你们先派个人。 把这三个学校的校旗找出来，准备好。我来吧，校旗一直都是我在整理的。好，你们两个跟我走吧。男子佩剑团体决赛参赛队伍。
南明，石硕，指导教练赵振宇，好，在赛场的另一侧，奥盛学院参赛运动员邵康、方乔、林飞。指导教练冉少强，师兄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谁呀？你姨父，你到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？做志愿者？我这么有爱心，不像你看个比赛还要变装，怎么做贼心虚？要不我帮你亮亮身份啊？哎，大家看，杨言叛徒扬言出现了，他就是扬言，快，是扬言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进来跟我说两句吧。说两句。别走啊，扬言。张海英，你跑的是你赛场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姨父，你真的好体力。看在您这么拼命的份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这几天反省了一下，觉得就这么冒充您的儿子，确实委屈了冷子峰。所以，我决定向社会澄清，杨言真正的儿子是冷子峰。你敢？你以为你这么做，你的教练会放过你吗？哼，来不及了。你要怪就怪冷子峰，完美的使出了死亡华尔兹。现在振宇学院应该又闯入决赛了吧？当冷子峰代替你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，他也继承了你的命运。你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双方视线。赵教练，啊，刚刚场外发生一场车祸，是冷子峰同学的父亲。准备，开始。如果最后一场让曹谦顶替子峰，对上邵康，我就输定了。师兄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师兄，你说什么？师兄。师兄。
忘了金牌。小英，小英，海英，海英，教练，您做噩梦了吧？哎呀，我睡了多久？两个小时左右。啊，跟李斌木说叫车，我们去机场。冷子峰拿了冠军呢，小杨，你心里一定很骄傲吧？你好，我们需要一辆去机场的车。银牌获得者，傲上学院。金牌获得者，振宇学院。起立，升国旗了，升国旗，奏国歌。哎，子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车祸是冷子峰同学的父亲，是哪？
去趟医院。医院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我去。我爸不是杨洋，我爸是冷天琪，我是冷子峰。哎，你们搞什么？何子峰姓冷，杨洋姓杨。拍拍，拍拍，别拍了，行了，别拍了，拍拍拍，别拍了。黑历史，打死你爸他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。爸，你也认识祖师爷？也许受伤只是个借口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离开这个他曾经深爱又狠狠打击他的击剑拳。杨言的儿子？怎么可能？别拍了，听见没有啊？快走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我说我是你爸，你就是我儿子了。哎呀，我说我当时大不了，就是我们去那个咱们俩认识那个医生没有成功。你说这杨言到底是谁啊？20年前，这个杨言可是鼎鼎大名的选手，在赛前加入曙光队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在那场比赛受伤后啊，就人间蒸发了，好像是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哎呀，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，回去再慢慢跟你说。快，先采访，快！好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无可奉告。行，告诉你们，别再让他们了，不要再问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我们也不清楚。我的妈呀！你这地方太大了，找半天都找不着。不是，嗯，我爸呢？你爸？他不是来了吗？我就是因为帮他洗盘子，所以才来晚的。他没来啊？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不是打赢了吗？怎么都跟打输了似的？啊，叔叔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子峰的爸爸跟杨言到底什么关系？是没关系，能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有人恶作剧，让我抓到他。肯定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。贺叔，我爸跟杨言真的没关系吗？他的眼睛是怎么受伤的？不是被追债那些人弄伤的吧？为什么千方百计地瞒着他，不让他知道我练剑的事情？为什么他这么反对我练剑？难道他跟杨言真的没关系吗？贺叔，没有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说吧。赶紧跟你爸联络啊！走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场比赛之后，我就不是你师兄。你们都躲着我，你们都不谅解我。你没有错。你用一只眼睛，你就用一只眼睛换取所有人的同情。他们说我是故意的，出毁了你的一生。可是您毁了我这一辈子。他现在躺在这里，都给我装作这么无辜。好啊，你赢了，我认输。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计谋得逞，我不会让冷子峰回到剑道场上的。师兄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做我觉得做的对的事情。师兄，让张宇恨你，这样做真的对吗？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那我一定会努力照顾好子枫和他妹妹的。你就安心去吧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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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哎，怎么样，找到我爸了吗？店里的人说他没回去，打你家电话也没人接，他能去哪儿啊？你先不要着急，也许叔叔早就知道了状况，先离开了。哎，冷子峰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他爱在哪儿在哪儿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不是，他父亲刚才在外面发生了车祸，送到市立医院去了。我爸出车祸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决赛的时候吧，我让赵振宇教练帮忙转达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子枫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咱们现在坐我的车，马上去医院，快走。
怎么了？兄弟，兄弟，怎么了？兄弟，兄弟啊！爸，哎，怎么了？兄弟，不，这不是真的。爸，爸，你醒醒！爸，你醒醒！你看看我，我是子枫啊！爸，我是子枫，你看看我！爸，我拿到金牌了，我用了你的死亡华尔兹，我拿到金牌了，你看看，子枫，我拿到金牌了，子枫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爸发生了什么？刚才在纪念馆门口，我看到他被一辆开得很快的小货车给撞了。当时你在比赛，情况紧急，我就先把你爸送医院了。他知道，他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明明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比赛。比赛比人命更重要吗？他是我爸，他是早点告诉我，我还能见到我爸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你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回家好不好？金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金牌了，你跟我回家好吗？亲，我一定让你今天请假被扣的工资啊值回这个票价，晚上准备一桌丰盛庆功宴啊。你放心，保证有你爱吃的。真心喜欢击剑吗？真心喜欢。好，既然是你自己选择了击剑，你就要成为最优秀的运动员。你必须成为国手，成为国家梦之队的一员。你要替国家把荣誉拿回来，对，否则你就不要回来见我。好了，要一起庆祝，一起看我登上冠军讲台的。都怪我，
都是因为我。要不是我去学击剑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是我害死了你。视频给你，我也该听你爸的话。我只是想，你爸过去受的那些委屈，能够有人替他平反。都坐下吃饭吧。这是爸为了庆祝子枫拿下金牌用心准备的饭菜，这是爸为我们准备的最后一顿饭。你们都不吃，爸会很难过的。不吃是不是？不吃那就通通倒掉。夫人的，饿到现在，洗了一上午的盘子就等这顿。你们不吃是吧？不吃我自己吃。真不吃是吧？那我就全部吃光。老子说到做到。我去把汤热一下，不要辜负爸的心意哥，吃饭吧。红烧肉，我最爱吃叔叔做的红烧肉了。来来，多少吃一点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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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烧肉，真好。不管胃口好不好，都得吃。不但要吃，而且要全部吃光，不能浪费。尤其是你，小峰，你来试试。爸，您这是……你不是没拳打吗？让你读书跟杀了你似的，你就好好跟我学烹饪。我想把这几年我掌握的各种特色菜谱、秘制调料、刀工火候，我全都倾囊相授。你把大勺点好了，这辈子就有安稳饭吃了。哎，这伤还没好就喝那么多酒，真是不想活了。走过的浪漫故事，就像流星片片掠过。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老爸为你服务一下。爸，以后有什么大日子，我也替你过。总之你加油就是了，我会在台下看着你，走上冠军领奖台的。能做些什么？去挽回些什么？原来的
为你准备的。小峰，那个你不是最爱吃叔叔做的炒饭吗？吃点。汤热好了。叔叔，我给您盛一碗汤，给您盛一块肉啊。是儿媳妇孝顺，哪像你光顾着自己。来，先喝汤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金牌也是你爸所期望的。感谢你的爱，让我懂得了爱与被爱，那简单的幸福值得用一辈子去体会。感谢你的爱，吃饭吧。Wow.